你今天能不能戴上金项链、金手镯什么的？就看我听人说我了吗？最近天天看人家拿枪支在河里边捞东西，看到我也上瘾了啊！今天咱也买一个。哟哟哟！不行，我得拿点东西来实验一下吧。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蓄攒下来的，不容易啊！看看这下能吸多少哈？对，哇！而且这个隐秘很难拿下来的，可想而知这个磁性有多强。再试一次。万一吸力是真的强啊！随随便便吸个几十块钱出来，一点问题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关键你迫不及待的带进去发家致富了，这个那家这个小孩了，小师傅来了，大哥，哟，阿兰姐打扮那么洋气啊，干么的？啊，这身装扮你怎么的？我就赶紧的，赶紧回来了啊！哎呀，赶紧给你买个衣服，你看好不好看呢？好看，好看。哎，就欢迎穿这种花不花、绿不绿的。哎呦，完了，今天来的正是。都是那些奇巧古怪的东西来玩。就是这条河，这看我的啊。嗨那么远啊！一定要远，它才能拉着东西，知不知道？慢慢给它沉下去，往里拽就行了。跟钓鱼似的。嗯，这个比钓鱼有意思啊！什么都没有吗？那骗人的吗？啊？这里面没有铁呗。刚才问了人家一下，他说叫我多拉拉，多走走。看看我。哟哟哟，鱼。嗯，看到了。鱼吸上来吗？这是啥？这是个铁，应该是。哎呦，就这样吸铁，吸到哪一天能回本呢？古董啊。第三次是一个铁啊，第四次可能就是钱呐、古董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要急，再来。这次也有点沉哦，应该也有东西。来来来来来，上！啥也没有，还是个铁渣。来，收起来吧，到时候卖钱用。完了，我感觉凉凉。你小时候没多扔点硬币搁里头啊？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没有种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那咱不能学别人。是要把鸭子砸死喽！放心的，我能砸着它啊！三，俺、啊、那你家有没有古董啊？撂下去，给我给你洗上来呢。嗯，早点的，我穷，还哪里来个古董去？你把项链撂下去，我给你洗上来。这你能不能洗上来啊？洗不上来呗，撂一车他也洗不上来哦。人家是从那能洗上来金项链的，我就纳闷了啊。他嘴巴说的话，哪个洗项链嘴巴嘴硬，又闲着撒谎。俺俩说实话哦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电视剧里边，女的都会把那种戒指给他扔河里了。是的呢，俺洗不要洗多，洗一个上来就行了。是的呢，洗个大段流了。给你啊，好，不如就给你。我们再到马路对面的河里边看看，这边河大，总归能洗点什么上来吧？我不相信你了，走你！我怎么信了你的鬼话？还说等我发家致富，我觉得本都回不来。不要慌，是不是？不要被一时的战况啊迷糊了双眼，对不对？那万一，是不是？那不就发家致富了吗？来了来了，啥？恭喜晨曦喜提海苔一枚！来来来，回家晒海苔干吃去。我不要。这也是收获呀，是不是？我就不信这个邪了，我就不相信一毛钱吸不上来。DM 炮上货，这玩意怎么就……哎呦，有东西，晨曦！呦呦呦呦呦呦呦！82年鱼钩一个，这也是个好宝贝啊！以后想吃鱼了，就咱就过来钓，是不是？这个留呢？怎么没把鱼带上来呢？鱼也上瘾了，一个小时什么都没捞上来。不要急嘛。万一捞上来就不得了了，你就留在脚底好了啊！水还蛮深的。盲探一开始了啊，看他第一网能有什么收获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看他上面有什么？啥也没有。我自己拉的都没有信心了，都，我都不想看了，都。妈，又啥没有？哟哟，来来来，妈，有东西啊！不是啥没有啊，先给你看个小玩意，鱼钩一个。拿着啊！哇，一块钱，你看看，都想锈了。边上面都
都坏了都，真能吸到钱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这绣成寒冷花吗？这个边边都有缺口了都，花不了了吧？不管，先拿着，先拿着，这咱也是咱的收获呀，对不对？继续，我又看到希望了，哎呀，哎呦，这也拽不下来啊，万一那么结实吗？哎呦，算了，放弃了，不拉你了。阿玛要看到这个视频，肯定要手握了。人不能吃太饱啊，吃饱了没有这找事干。所以说哈，一天上一档，档档不一样的，对不对呀？操！哎，烤完了，我们家吃饭。马上拉你两下子的。爸爸。哎。阿玛。我拉东西呢。完了，这就是今天的收获哈。能用你有这一个双袖的一块钱，还不知道能不能花了。还有一个小铁罐，还有两个小鱼钩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用。走吧，上去吧，吃饭。完了。少少钱买的东西。几十块钱，100块钱不到好像。哎呀，就便宜的。你俩真的好骗吗？这个能说骗我吗？是不是？你没闲来东西，你怪谁哥啊？就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你往河里面撂点东西，你再吸上来，那不就是你的吗？对，是不是？